Hello， 我们是成大西演社。好，让我们再给他一个掌声，好不好？我是也是成大西演社，来自龙邦里面最废的社员 Warren K DJ Shark B。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个他，这个他送给你们，这首歌叫《他是》。他的手人总是牵不住，他的走你也承受不住，他的爱再多也是入不敷出，他不在以后该找谁哭诉，他曾出入你身体里甚至当住宿，他拥抱内涵忧愁和孤独，但同时也将勇气往心底注入，他要你付的有时你付不起，他要你对着平凡不服气，常常不如意时看到他在角落都哭泣，所以你分开振作起来想为他出气，遇到难题望向他他总是笑而不答，所以为他的烦恼也没得抒发，他只叫你输了就输吧，那就哭吧，帮你擦干眼泪再哄你出发，他是怜悯的代名词，他是欣慰的代名词，他是回忆的代名词，他是他是他是怜悯的代名词，他是欣慰的代名词，他是回忆的代名词，他是可以说 I'm still young， 但事实是你已经像踏入了年纪，笑得嘴角牵强，沉重的肩膀他已经被发配，边疆不唱箭在弦上却不得不放，因为已经不唱有箭在弦上，笑得开怀心情败坏都太勉强，想回到那时只能听着收音机演唱，手一支也唱着你与他，你拿起那时他要你买的旧吉他，那时你总爱背着秀吉他，好景不长不如那年纪得收起他，手一支仍然继续播放你与他曾经度过的那些惆怅，经过收掌将惆怅收回胸间作放，看着前方按下停止并且不再播放，他是怜悯的代名词，他是生命的代名词，他是回忆的代名词，他是他是怜悯的代名词，他是欣慰的代名词，他是回忆的代名词，他是他是。
一直都在，在谁先做放弃时差，一直都在，所以你才会惆怅。这么行动并不重要，只想让他觉得，只要你行动，就像这首是为他写的。那他人呢？躲在层层回忆，他跌的里面大人的，所以他在那也没差别的。开玩笑的，怎么可能没差别？少了他怎么想？怎么哭干？怎么拿捏？很多情绪全都是他给的，怎么发泄？他说就拿笔来写歌。问了问他该怎么继续演的一部分，他写的关于人生这场戏，他回应我用四个沉默的场景，说我自己应该知道什么适合相近。他是行为的代名词，他是行为的代名词，他是回忆的代名词，他是年龄的代名词，他是行为的代名词，他是回忆的代名词，他是年龄的代名词，他是行为的代名词，他是回忆的代名词，他是青春。好，谢谢。喜欢 B-box 或喜欢老者的话，都可以来加我们社团，每个礼拜三晚上7:30社课，还可以帮我们点个赞，好，谢谢。